白毛，白毛，到底白毛是安怎来的嘞？我是晶晶。嗨，我是晶晶，大家好，安弟安哥又来好。哦，白毛，白毛，白毛。哈，唔是特特人啊，成个外卖呢是个白毛哦，伊哦差不多360只都搬多处，无拍到日头，特别贵死白毛哦。到底白毛是安怎来的呢？沙里口令头一日加一人衣上一头毛了，淡薄白杜尼，淡薄白杜尼，有时都听下你老人讲头毛杜尼杜白杜上你款咯，下你开咪个一起你头内边，会做你皮嫩小色素细胞无再掉去做凹出来了。第二个口令压力，如果头压力咯，你头的皮内边的筋啊会揪住，你头的皮也得做营养，了你头毛安怎好好生出来啊？有个人一白头毛，因为掉个一笪一笪酸酸的，你知哦。香港安迪咪咪安尼，安迪咪咪啊，我看你白毛细个，你看你是不是白带汗了？反正我看无大问题啦，我路咱就去看你白毛。啊，行行行行。啊，袂甲安尼咪变之前啊，我人就变成只一头的皮，看有多疼无？哈，第三个理由，人生白毛是应该，如无插小你头的皮，人的头毛就是像个长安尼，头的皮就是像个哈哩土，如爱你长水，嘛是都要讲你土。把路路在做咪，你生白毛了哈，所以你家己都要注意咯，长时间。如果本医生来做这个 herbal hair treatment， medicine 用的料，伊人有下这个银杏、当归、何首乌、灵芝，掺伊人家己的秘方煮出来的。这个 treatment 哦，看了上间泥头毛呢，对唔对？错，这个一大一大的牛屎，药材是爱和鲁康新的白头毛做入去的，毛毛对完整哦，白毛对砍个了，这个 treatment 骨诶。帮助你开到对你头的皮就下的坑，有坑了 baby 嘛解出来，啊不，安怎出？这个 treatment 啊，会让你头的皮有 power， 提升到对耳膜，别让你安尼硬绿膜，让你白膜更慢生出来，了你看了嘛个笑脸咯。这个 treatment 爱用了久？大概90分钟哦。噶只人来看白膜，还是做白行咪噶个？笑脸呢，头皮的问题，绿膜，为的是鬼剃头，头皮油，个头皮干哎哟。OK， 安迪咪咪洗头毛好了，咱对看到有汗粉白了，吹好了就 OK 啊。好，来，我帮侬，来，别了，不要紧啦，我有影喎。大家准备，安迪咪咪来了，一、正正正。哈，安迪咪咪，安怎？你输搞？噶，你无白头毛的呀？哦，很哦。露吧露不是安迪咪咪啊，你是 sister 咪咪啊。哈，我甲露讲啊，有个人唔加你头毛，应该用个皮肤敏感，有嘞嘞，就惊 chemical 会得 cancer。medicine 的 treatment 哦，全部用药材的，时尚最安全。有 cancer 的病人，囡仔也是大伯伯妈妈不难，所以露免惊，家家好用做 treatment 就对了。大家 video 一底，有一个 link 点落去，家家点落去。连了，你的身家家族，拜拜。